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您跟随我走进今天的每日一题每日一字节目。在今天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继续请到了南开大学书法研究生导师田云章教授。田老师您好。你好。田老师每次都在每日一字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介绍单字的写法。我知道您是希望网友们能够把单字写好，掌握好要领，才能够完成好作品。但是有一个网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，他说想了解一下田老师在完成作品时的这样整个一个过程，您看田老师能够满足这个网友的要求吗？可以可以。刚才你谈的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当然可以满足网友的这个提议啊。我之所以总不做这个演示，原因就是我在以前的那个电视节目当中呢，就是楷行草作品讲习与演示，我都是整篇整幅的来这个完成作品，大家看的比较多了。那么网上呢也曾经把这个电视节目呢转播过来啊，但是现在网友还在提这个问题呢，能看到我现在最近的这种完成作品情况，那么我们今天呢再演示一下。不过呢我们那个条件所限，这个桌子比较小，粘的比较小，所以我们只能完成个小幅的作品。那么我要说的就是说，完成整篇作品它这个意义和这个单字应该是有先接性的。对，就是说你单字写不好，你想完成作品是不可以的。对，因此我劝这些个初学的朋友们务必在写单字啊，集中练单字的时间当中，不要把这个时间看得太短，应该拿出很多很多的时间，一点一画一个字反反复复的练习，这就是那个基本功。这个基本功不能解决，通篇作品就谈不上。而现在很多的失败的作品，就是他不能把单字写好。他一写就是一片一片的。你让他单写一个字，他马上就感到这个捉襟见肘啊，就感到很多问题就出现了。所以单字是最基本功。我而且说呢，单字就是一个物体的它的局部和零件，零件不好整体是不会好的。那么大家现在愿意让看一看这个整篇作品的完成，限于时间和篇幅，我们只能是做一个小品这方面的演示。好的，那田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先演示一下楷书呢？那好的，我们楷书、行书、草书，我们将这个一一来演示，一一来演示。首先来演示一下楷书。好的，这个我先说一下，我这张纸是小幅的纸，它的尺寸就是一尺宽，这是一尺宽，乘二尺，乘二尺，因为宣纸的尺寸大部分都是如此，嗯，宣纸的尺寸都是1:2的，比如说3:6就是3尺乘六尺，也是1:2，2:4就是2尺乘4尺，那么我现在1尺乘2尺，就是2:4的纸的1/4，是小幅作品。但是大家看一看呢，以小见大，就是这么一个格式要求我写一幅楷书作品。但是呢，因为竖式写的话呢，我们因为字数不能写太多，只写12个字，12字我就叠了12个格，那么就写一个连语，这种连语呢，这个分开也行，合在一起也行，我现在合在一起写啊，大家看一看。
好的，大家看，这是写了一副联语啊，联语就是这个楹联是一种这个体式的这么一种啊这个文体，叫联语。今夜我怜明月，几时人寄梅花。大家看呐，我写的并不是多好，但是有一条我基本能做到，就是前后气韵是呼应。有很多写楷书的人，你从单字看还说得过去，只要联系起来看，你就感到它好像是一个字一个字安进去的，就好像集字一样，感觉没有一种一气贯通那种神韵上下呼应的这种感觉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你不熟练，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，你不熟练也用不着什么学，说这个我得怎么学，我怎么去学什么方法，用不着。就是你写到非常熟练的时候了，上下就气息就贯通了。只是说有没有书卷气，有没有另外的神韵，那只是你个人的修养问题。但是只要你把这些字的结构点化都是这个烂熟于心，那么一定前后是呼应的，所以这就整体上那个气息它是连贯的。楷书最难的就是这一点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一笔一画写过来的，这里边呢迟疾顿挫，所谓迟疾顿挫就指的节奏啊，因为现在年轻人嘛喜欢说节奏这句话，我们总用这句话来代替迟疾顿挫这个关系，就是有快有慢，有急有有缓，而且呢这个点化呢有轻有重，有粗有细。但是既然是楷书，它的点化大体是统一的。嗯，你不能够突然有一个点很粗很粗，有一个笔画细的不得了，那么前后就失调，这个楷书的那个楷字这个意义就没有了。所以写楷书一定要注意这当中的这个气息问题，就是达到高度熟练就可以。有人为什么写完它不能连贯呢？就是因为他把全身贯注在这一个字上，在写这一个字的时候，他写完之后已经耗费全身精力，嗯，然后写第二字时候他重新组装精力，这就不行了。所以应该写完第一个字，对自己毫没有任何上体力上的损耗，就连续写几百字几千字都能完成起来之后，这个驾轻就熟，这是基本功。在这一点上做不到，我想他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。当然我这方面做得不好，我希望和大家共勉。最后呢，我们把落款问题完成一下。我总提倡的这个，就是落款，那应该呢说是这个，像人一样，穿是非常华丽的衣服，很好看的。但是落款就是那双鞋，这双鞋又不好。老百姓有句话叫做，没有鞋穷半截。嗯。所以这双鞋你弄不好，结果这张字写出来就往前功尽弃。嗯。我又经常提到用行楷落款。对，那么我们试着写一写，恰好今天呢是中秋的前夜，对啊，我们今天是中秋的前夜，对，我们这期节目录制的时候，对了，今天是中秋前夜，嗯，那么可能网友们看到的时候要过几天，但是大家知道我写的时候是今天是中秋前夜，嗯，那么我们啊就来这个把这个落款时间这个地点跟大家说一下好吗？
啊。这就是这个行楷落款，大家看得出来，很多都是楷书的笔意，又是行书的章法的处理，啊，这样的字体有时候是很不好练习的。希望大家能对这种书体有所研究啊。我最后的这个落款呢，就是用的这种书体啊。下边呢，如果地方小的话，可以盖一个章就可以了啊。这是盖章的事情，也就是前因，我们今天就不再多说了。大体是如此，朋友们，祝你们中秋快乐。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翠字，这个翠就是翠绿的翠字。我们把这个字的写法向大家介绍一下，先用楷书来演示一下。是这样一个翠字，这个翠字就是羽毛的羽下面一个足字，这个字写好之后很漂亮，它这个上下都很协调的字形比较美，但是呢它有一些个这个写法上的要求，因为它是上下结构的，所以写起来不要太高，但是既然是个高形体的字，又不能写得太扁，不能像隶书那么要求，因此呢，我们在保证基本字形的前提之下，一般注意不要写得太高，太高了以后和其他的字就不容易配套。我们再写一遍给大家看，看一下，这个地方是不要长，点儿点儿，这种小点儿点的时候非常轻巧。注意这边下边是一个横画，如果它不是横都点成点儿，显得就太轻浮了，所以总是有一个比较有力量的笔画来结束上边这一个部分，点儿点在这两个竖画的中间这个位置，这一横不要太短，但是也是不要超过上面这个羽字。注意这笔写完之后，这笔稍稍往上抬一下，就点这个点的时候稍稍往抬一下，我一会儿就告诉大家这个意义在哪里，然后这样写竖笔。干嘛写这个足字的左边非要抬一下呢？因为下边这是个足字，这个足字的正规写法应该是这样的，单写这足大家看看，应该这是个衣服的衣字，应该是这样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就是在《说文解字》当中把它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足是做衣服最后的那一刀，因此呢上面是个衣字，衣服的衣啊，下边呢是那个刀裁的效果，也是一个有点象形的意思，所以这个一字呢后来被简约了，就变成这样，所以呢一般的时候这一点点完之后稍稍挑一点，以示有这个文字学的基础。这种竖画一定写出来非常的挺拔有力，如果不挺，这个字整个你挑不起来啊，所以写这竖笔的时候不要太粗，长竖长横大家注意都不要太粗，包括长捺平捺长撇等等都不要太粗，越是笔画长的就越不要粗，当然也不能太细，它有一个尺度的要求。我们再写一遍大家看，
所以这是翠字。好的，再看看这个字的行书写法。行书，这是行书的写法。行书还可以稍稍规范一点写，上面把语字写清楚了，比如说注意这个地方就像写了个九字似的，看再写一横，再写一竖笔，下边是这样写过来的，再看一遍是这样绕起来，这样过程。也就是说凡是有足的，这个足字，这个字当中有这样一个足字的，都可以用这种方法，是一种行书特定的写法，它既不是楷书也不是草书。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的醉啊，喝酒喝醉了，这个醉字也是这样，在行书阶段的时候就是这样写，就可以这样写啊。所以大家知道凡是足字遇到的时候都可以这样写。比如说这个字啊，醋也是可以这样写的。我们再写一下这个翠字的行书写法。也是这个字不要太高，当然是要根据这个字形的要求，比如说有时候就需要这一笔拉得很长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，但是这个整体它不能太高，因为这个字太高之后就让人感觉着很这个嶙峋。竖画拉长是一个写起来情绪或者是某种章法要求的使然，因此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这是翠字啊。关于这些竖笔的位置，不要像楷书一样写在正中，就不要这样，比如写完这个之后正在这当中，尽量不要这样，这样在行书当中略显得死板一点，应该向右方倾斜。所谓的倾斜是指的这样在这个地方写竖，不是说让你这竖别写直了然后是这样写，这个不能用，这个不能用啊，所以注意。至于说有时候需要飞白，我总谈到这个问题。飞白一个是技术性的掌握，有时候是笔墨的一种自然变化啊，笔墨的自然变化，就比如说这墨已经很少了，那么写出来可能就是这样的啊，墨很少了，但这仍然是我在掌握。大家看我并没有再蘸墨，然后就是稍稍添下笔，我们可以写出来又是湿润的，比如说还在添笔当中，它又不干了，这什么一种掌握，技术上的一种控制啊。有的是因为写的这个偏锋一点，或者是用的这个速度各方面调整，因此飞白的问题就是所谓的这种笔锋，我们也称其为白锋，就这种点画写起来的时候应该是一种自然的，而不要特意的强调我必须出现很多白锋。有人写草书就是这个样子，写的时候干一下湿一下，这个就在墨上表现这种干湿浓淡啊，这些东西啊应该是一种自然的流露，而不应该是这个刻意的这么雕琢，这就不好。因此大家，我总是说你在写字的时候要一任天成，而不要矫揉造作。大家来看一下翠字的草书写法是怎么写。先跟大家说羽毛的羽，草书应该是这样的，写清楚一点，应该是这样的。那么足字呢应该是这样，再看
基本应该这样写。草率一点呢，那就是这样写。于是鱼字和足字相加以后，就成为这么一个形体，这就是翠字的写法。因此先把局部弄会了啊，比如说写到这个苏轼的词里边啊，这个就是念奴娇，赤壁怀古，当中就有一个羽扇纶巾啊，会写了这一部分，那就好办了。比如说羽扇，正好这两个都有羽毛，羽扇啊，就知道是这样写羽扇。那么会写了羽字，再加下边加这个足，这就是那个翠字啊。所有的带足字的都应该这样写，我们前面所讲过的这个醉字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啊。可以粗壮一些，可以秀气的细一点，这都没问题。也可以呢，看刚蘸完墨就能看到有飞白，就可以写成这样的。也可以继续写，稍稍调整一下速度，写的湿润一点，这都没有问题啊。我们给大家最后用三种书体再演示一下这个翠字。先看楷书，看行书，草书，好的，今天朋友们，我们就把翠字暂时向大家介绍到这里。